BTS 的 Jin 在去年12月入伍服役，然而上个月18日却经传一名女性军职护理师 A 中尉擅自离开自己所属的部队，前往 Jin 服役的第五师团，并利用与该部队看护将校的私交为 Jin 接种疫苗，甚至还在归队后向其他人炫耀 BTS Jin 觉得很痛，让外界震惊不已。而20日就还没曝光了该起事件最新调查进度。据 A 中尉的律师表示， A 中尉是收到邀请才会前往该部队进行疫苗接种，并表示当时一人要快速接种三剂疫苗，且每个人都戴着口罩，根本无法区分谁才是Jin。而 A 某已在此前以口头方式得到医务班长的许可，因此并不是惩处对象。